小伙伴们，我再也不玩烟卡了，你们不会不喜欢我了吧？我要把我的烟卡给烧掉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看完。小伙伴，我再也不玩烟卡了，烟卡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，不好玩，看我现在在玩什么。小伙伴们，给主播点亮小红心，那我们一起给主播加油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一张 PR， 小伙伴们，这个好不好？哎，这是什么？一张迪迦空中型的 PR 卡。哇，喜不？哎，这就是什么？一张赛罗无限，哇，普里莫 PR 卡，喜不喜欢？哎，这又是什么？一张阿古茹的 SGR 卡，哇，这个好不好玩？想不想要？哎，这又是什么？哇，一个德克 SB 卡，这个想不想玩？想不想要？想不想跟我做个朋友啊？哇，这又是什么？哇，一个联动版的豪华37弹，哇，这个好啊，我们回去拆吧。小伙伴们，我再也不玩烟卡了，你们不会是我的黑粉吧？哇，做我的朋友也不是白做的，小伙伴们，这些卡片想不想要？哇，这么多的卡，然后的话，我们今天拆豪华37弹，我们找个地方嘛，小伙伴们，不要做我的黑粉啊！哇，这个，哇塞，我家里面，我去，什么情况这是？好吧，都没有地方了呀。拿着我的自嗨，我们去找个地方拆卡吧，看看豪华37怎么样？好吧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拆吧。我看看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喜欢烟卡还是喜欢这个奥特曼卡片？哇塞，这个好帅啊！想不想要？喜不喜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如果要的话，想不想要？你就打个要，让我看到你啊！让我看到你，想不想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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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不想？好吧，我们来拆卡吧，豪华37，看看怎么样。一张欧布奥特曼，继续打开吧你。一张布莱泽，继续打开吧你。继续打开吧你。哇，一张逆爆奥特曼。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结束了，拜拜。